帝君回京了，帝君下来了。仙乐，你来了。我以为半月关之事已有定夺了。此事究竟应该如何定夺，恐怕还不好说吧。将军的分身吗？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？如果跟太子殿下同行的红衣少年真是那位，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血雨探花，弯刀恶命。其实那位血雨探花也不像是居心叵测之徒，但还是小心花城吧。